哎，夏导，忙着呢。多少钱的？那个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行，那咱俩玩个游戏，玩你赚点。什么游戏啊？100块钱。啊。你要是能不碰到这个杯子，把这钱拿出来，这钱就是你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那你肯定把钱跟杯子粘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没有。哎这就开始了？那不是开始的呀。200块钱，你要是不碰到这个杯子，把这钱拿出来，这钱就是你的。我的是吧？嗯。啊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二三，三二一，三二三，三一，三二。你干嘛呢，钱德？钱已经没了呀。嗯。这怎么可能？那肯定没了，你不信，你打开试试。我还就不信了。谢谢了，夏总。我还就不信了。身份证、银行卡，你要是能把这两个拿出来，钱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。夏总，你也是我的啊？嗯，对。哎呀，那个还是算了吧。那个我见好就收。哎，不行。啊？不是。啊？哪里有人？